好的，这里是一个低可号啊，雷神国家队应该是很多平民玩家和入坑晚的人的最佳组合了。看一下这个练度，小毕业吧，鱼叉雷神，再加上是个没那么干的玩家，应该还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。开始了，雷神小技能起手，行秋大小技能吃四名效果，然后切火神，一个点赞，向林带赞里开大平民版，顺便招个小迪不是小郭吧，最后再接雷神奶香一刀开始充能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自然。现在开始七秒真男人，不过有点问题，体力没了，加了难度里体力充能各种负面 buff 让人一下很不适应，但风鹰剑班尼特还在扛，感觉下一波充能快好了，不停的切英雄上小技能 OK 了，火神一个赞啊，他选择了雷神直接拔刀，应该是看到半血雷神不爽了，当心啊不要砍到雷史莱姆，否则很伤的。可以的，他脑子还很清醒，回到蛋里打这边的怪，然后意识到要给香菱加 buff， 哎呀他这个位置有没有加到呀，但无所谓，行抽小技能挂水减伤，什么情况，香菱怎么突然就死了，好在他没放弃，火神大招后复活香菱，想靠走位回血但回不上去，怪伤害很高，再切班尼特想扛一下，我去20000多血的班尼特直接暴毙啊，这谁能想得到啊，他还要继续吗，好了，看出来他心态崩了。以上就是一位粉丝给我的投稿，这样的过程他说他共打了半个多小时，每次都是突然暴毙，然后我也拿来看了一下，五命水神，两命班尼特，五命香菱，但是圣遗物都只有主词条还能看啊，奶香一刀，雷电降临，七秒，真男人。那个大球球人为什么那么能转？让我想到了这个东西，感觉对走位要求很高呀，体力老不够。Oh no！ 最近这雷神到底行不行啊？怎么砍不动人呢？而且为什么那么多雷史莱姆呀？我不要免疫呀！所以到底是真男还是假男？用我自己的号试试就说得清了。都选上我的号，大家也都知道啊，练度也是很普通的，毕竟没有那么多时间刷，就是这个命座和武器上来说还是不错的，你们懂的。选了个弧形中乱戳啊，其实当时我也挺慌的，因为我也没什么基础，只是说喜欢玩这个游戏而已，结果没想到我戳着戳着就过了，而且看这个血量非常健康，你敢信啊？那么事实很明显啦，有人在调研的时候填了非常简单，肯定是这样，之前网上就有很多预言说啊，以后活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，拉开大佬和平民玩家的差距，我觉得这次就是了。之前那个阴阳料我还看到网上有女玩家被虐到痛哭流涕的，但那次普通练度说实话是够的，这次我觉得难度全满真的是够呛，有时候看惯了大佬发言，好像真觉得大家声援随便满星了，但其实我觉得这游戏还是有很多萌新或者是我这样啊比较菜的人的。我做这个视频啊，就是在告诉那些平民玩家或是练度中下的人，以后原神的活动不会再让你像在大世界一样乱杀了，毕竟他想照顾大佬的游戏体验，当然也不是说要喷啊，因为普通玩家多打几次收获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多耗点时间的事儿了，我只是希望大家能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传播一下，让更多没那么厉害的玩家事先放平心态。我可不想再看到什么女玩家头铁结果被虐哭的视频啦。最后的最后，到底是谁填的非常简单啊，你给我站出来好吗，是不是逼我填这游戏衣着暴露啊，是不是啊？